我是圣女的保级小妹，不是出来卖的。别以为用起的臭鞋就可以见到我的尊严。竟然有人敢对我动手，从未有过的感觉，难道这就是爱的心跳？一定是的。像我这种土豪，对这种身份卑微、不善打扮、不擅长抽掠耳光的平凡女子，简直毫无抵抗力。捏不住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不行，我不是那么随便的女孩。你还没带我做好花游艇、环游世界，没有在20000英尺的热气球上强吻我，没有在铺满玫瑰花的田野里向我求爱。还有，我们要无理取闹的吵架，和好、决裂、再吵架、再和好，这样我才能做你女朋友。哦，这么麻烦，那算了，再见了。等一下，不要走！我发现，就在你转身的那一刻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真的吗？你终于获得了真挚的爱情。你们不能在一起。大妈，你谁呀？锤锤。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，但我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。没见过面算哪门子青梅竹马？乱用成语，自分滚粗好吗？我这么漂亮，而你却为了这样一个打扮土气又胖又丑的女人抛弃我，我到底哪里不如她？说明你这智商和长相，我死也不会喜欢你的。说吧，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我的锤锤？我们小妹是真心相爱，真爱是无价的。